综艺《三国志》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。哎呦，哪里元气满满啊，无聊死了，我金马影帝耶。豆，你不要理他，今天就是没有黄浩平的事情，所以他置身事外，他挑拨离间，我们不要理他，全员都不要配合就好了。好了啦，要干嘛？赶快讲啦！啊啊啊啊啊啊！好，今天、今天又赚一笔啦！鲶鱼又在滑手机不专心。鲶鱼真的太夸张了啦！他这样子每一次都这个赚那么多股票，他都不用来录影了。鲶鱼，信不信你再滑手机，我把你杀死！哦，黄和平，你快一点好不好？你不要再讲废话了好不好？好啦，今天其实是一个人挑战赛。今天呢，只要能够撑到最后没有被淘汰下车的呢，就可以独得一整车所有人的奖金，包含公司这种分化大家的剧情。我们车子少了一个 Teddy 还不够吗？反正不管怎样，我今天不能够太早走，我太早走的话，我会被佐佐给骂死啊！我好不容易回来现在又把钱扣走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是我们要录这种东西，到时候我们又走心，对不对？我又生气。芒果姐最喜欢挑拨离间了。你才挑拨离间嘞！大家已经没拿多少钱了，我要赶着拍戏。豆，没关系，反正今天我们这一集都不要配合，让他一个人录，看他要怎么录，爱怎么录就怎么录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等一下呢，要玩的关卡就是这个，等等。疫情待在家，全员挑战失败，请下车。好啦好啦好，直接抽球了啦 ，Lucky Ball， 五号 ，Lucky Ball， 没有，Lucky Ball 在我这里，不是 ，Lucky Ball 在我这里，四号，在我这里，没有 ，Lucky Ball，Lucky Ball。哦，玛丽真的很夸张哎！三号没有 lucky ball 了，十号好，那就最左边阿西，来准备一二三，一万元，三人成虎。好，恭喜抽到三人成虎哈！三人成虎这张卡呢，指的意思是说要有三个人扮成小虎队的样子，请选两个人进行 cosplay。不要选我，我给你一千元。我也给你一千元。我可以办，我可以办，我需要画面，我需要画面。你选我的话，我真的会被主播骂死哦。哎呦，玛丽，你就看刚刚谁最吵，你就给他就对了啊。王少伟讲话可以再夸张一点。你最吵就是你了，玛丽，你不能这样子好不好？太讲话了。好，到底三人成虎会长成什么样子？我们下车告诉